常生活中呢，我们常常会遇到要算什么东西，算什么东西，算这一个字，算好不好？比方说，算钱，算钱，算有几颗糖果，算有几粒糖诶，算账，算丝。但是今天我们要教的是算钱，所以要听清楚这句话喽。爱买酸浅，爱买酸浅，爱买酸浅，我会算钱。我们现在马上去看看这句话怎么运用。走，爱买酸浅。哇，怎么有这么多钱啊？有支票、钞票，还有远高的硬币，难怪我刚刚在那边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，吵死了。刚刚去跟大家收钱，结果自掏钞票、牛狗哎、硬币一堆，算我头好晕哦。我帮你算。你这算钱在行吗？等一下可不要搞错了，到时候我去银行弯钱换钱换错了，你要赔给我啊。我当然会算啊，乃会算钱，我会算钱，交给我搞定，好吧？来来来，100。这怎么会有美金？美金啊，你收钱，哎，还是有人算错，把这个美金当成新台币来用啊。哎，这另外放好。不会这样，我刚算了那么久都没看出来，哇，真的是谢谢你帮忙。脱险，这另外算，你不要再捣乱我。这样总共3596。3596条，3596，记清楚了。好，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多谢时间。钞票、支票，换钱、弯钱，我会算钱，乃会算钱，乃会算钱。美金，新台币，行真耶，客家 VNB， 分享客家 Q 哈来讲客家吧。